前辈，此战之后，务必把宇航送回史莱克，不惜代价。王东，冥王海神湖将举行海神猿活动，你在那里就能找到他。海神猿，你去吗？王秋儿，难道他就是王东说过的姐姐？万年史莱克，一张情定石。海神猿相亲大会正式开始。